王珞丹姐姐王楚涵昨晚亮相开门大吉，她不仅是国家理财规划师，还是高难度的空中瑜伽达人，节目中大秀瑜伽技能，身材完美，气质迷人。王楚涵，女，1982年12月7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，祖籍辽宁，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。主持人，是著名演员王珞丹的姐姐，主要作品有德尔惠超迷俱乐部、较量等。2012央视龙年春晚，演员王珞丹携父母姐姐一起亮相，向全国观众拜年。王珞丹的姐姐王楚涵也因此被观众所关注，甚至被网友称为春晚姐。王楚涵不但是金融精英，中国国家理财规划师，同时也是专业的瑜伽高手。